好，昨天收到個通告啊，就係話黃金閣9月9號咧就將會重新開業，會以更高的食物水準、更殷勤細心的服務，去承諾會做得更好。咁到時個名咧就會係叫做紫蘭軒，有個訂座電話喺度。嗱，呢個地址咧亦都係一樣啦，喺銀禧中心裏邊嘅。嗱，咁我咧剛才又係啱啱經過啊。真的看到呢，不時都有人呢是走過去呢就拉下到門的、哦、即是證明呢真的有很多是街坊、啊、或者熟客呢都是很希望它快點開的。那麼大家記住了，到時的名字就會是叫做紫蘭軒、啊、9月9號見、啊、那我在這裡的報道呢就來到這裡，大家到時開心快樂去吃東西。